Go， 有没有？今天我们来看一本很有趣的书，叫做《巨人的时间》，很美哦，像一首诗一样。看一下，《巨人的时间》到底是什么？《巨人的时间》到底是什么？今天什么事都没发生。今天没有。今天也没有。看到没？这里从来都不会发生什么事。或许有只蚊子会飞过，可是也就这样而已。日子就像这些松树，看起来都一模一样，看起来都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。会一直这样下去吗？会一直这样下去吗？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，哗啦啦啦啦啦啦，砰！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砰！时间，过去了。却什么事也没。却什么事也没。发生。等一下，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，一头母牛，飞过这里。可是到最后，什么也没发生。
哦，完全没有。可是，那这个呢？没事，这只是一场梦，这只是一场梦。今天照样什么事都不会发生。今天照样什么事都不会发生。这样也好。今天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今天没有，今天也没有，这边从来都不会发生什么事，会一直这样下去吗？会一直这样下去吗？巨人的时间，小朋友，时间是什么？时间在手表里吗？是吗？时间在妈妈的手机里吗？那时间在哪里？时间在哪里？时间我们看不到，也摸不到，可是时间好像存在着，对不对？在哪里？在风吹过树梢里，在太阳升起的时候，照在你的身上的时候，时间就在那里。在树叶发芽，在树叶转绿，在树叶转黄，在树叶落下，在树里面果子长出来，你把它吃下去的时候，时间就在里面。所以巨人时间，巨人感觉不到时间的变化。那我们呢？我们会感觉到时间，所以时间好像不是时钟哦。时间是什么？时间是你经过，你感觉到，你能够感觉的情感，这样才是真正的时间，对不对？老师也不知道这样对不对，你们或许比老师聪明，可以想想看哦，时间到底是什么？很好玩哦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巨人的时间就这样，想想看，我们时间也到了，希望你们能够怎样，好好的想一想，看一下时间。OK， 好了，下次见。